8月16日，何洁在微博上宣传新歌，并晒出一组和苏醒合拍的草原写真大片，配文：整理这期节目照片时发现有一张特别不和谐，这不应该是我们母子俩的路线，这路线是专属我跟老苏的呀， Stand up again 啊，顺便打个歌，这损招跟老苏学的。而晒出的照片中，两人走高冷路线，面无表情，耍酷不停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